当快筛，你来当这久啊你。找个酒。你现在不能够进去，就是怎样？以前他们会请在这边通知，然后请员工出来办业务这样子。哦，啊，现在都没有人。现在他们会用别的方法。哎，这个人上班族啊。对啊。停课。停课，他办业务应该不上班的，办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。啊，因为早上觉得喉咙有一点不舒服，就自行到医院采检。啊，快筛跟 PCR 都呈现阳性，所以在这里向所有的市民大众表示非常的歉意，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，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啊，要小心防疫。啊，事前在这里再次的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大众啊表示歉意，啊，我会休息，啊，一切都还是轻症，请大家不用担心，谢谢大家。你来冲啥？啊？你在办什么？我讲，人家讲一个要搞白小姐。哦，你来办公哦？无，叫我搞好伊啊。哦，啊，即即马工作袂当你袂。哦。欸，来公所做什么嘛？啊？来公所做什么？我找社会科。哦，啊，发现不能进去。现在是停止，他说里面有确诊还怎么样？好好，你怎么样？我是进来。喝完喝完。你这你拿是拿我的。Thank you.